你望下你自己，鬼鬼祟祟暴嚟大睇，仲话留到披头散发，点解我闯堂江湖啊？吓，帮主，我呢度。仲唔好唞？好唞啦！帮主，你中咗昆仑三圣嘅七伤拳，而家伤势开始发作啦。你仲好讲啊？嗰人唔系得你叔得个头，我使俾人打咗个鼻。呢边啊，帮主，七伤拳害得帮主真系惨啊！帮主，我当日吓到自己跪低嘅咋。 听讲话中咗七伤拳咧，首先系双眼斗鸡，跟住系双耳失聪，听唔到嘢，然之后咧声线失控，讲嘢走晒音，最后心脏五官爆炸，咁啊死啦！帮主，你而家斗鸡得好紧要喎。边个话我斗鸡？我只系将个视线集中喺一点改变我以往睇嘢方法啫。咩啊？专登话我唔掂想坐位咧？帮主唔敢啊！帮主唔敢，我踩死你个唔敢。死你！喂，我踩唔到脚，应酬我都嗌两声好啊！明唔明啊？好。 大家上齐架生去杀陈生啦！来啊，玩死我！